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林志玲和 Akira 刚刚举行完世纪婚礼，不少亲友都出席了这场喜事，就连被公认林志玲死敌小 S 都有到场祝贺。而和林志玲在感情上纠缠超过十年的言承旭，不知道是不是因旧爱结婚，又传出现反常行为。他身边的朋友爆料说，这几天他选择神隐不见人，而且还向助理发了几次小脾气，和之前佛系生活的他分别很大。林志玲如今与老公阿克尔举行世纪婚礼，从下午仪式到晚上的婚宴，志玲姐姐频频拭泪，开心自己终于找了幸福。志玲姐姐出嫁，连大陆网友也关注，不仅林志玲婚礼关键字一度跃上热搜冠军，连旧爱言承旭也上了热搜。其实在林志玲年终宣布闪嫁阿克尔，当时言承旭就被媒体追问回应，据悉是趁着言承旭拍片空档告知此事。言承旭先是惊讶反问是真的吗，再确认消息无误，大方送上祝福，那就恭喜他，祝福他。